然后很 random 的跟大家分享今天的 OOTD。也会生气。今天算是比较盛装打扮，但比个赞我看看。这就真的每一根毛都飞起来的那种哎。今天又来做一年一度子宫颈抹片检查，终于弄完抹片了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北纬的那个手作展。我现在先补一下口红，这个是 Y86。我今天 Get Ready With Me 第一次用，它是润唇膏的感觉 ，MB 的。我们今天来这个首创展，北纬超多人的啊，这根本过不去哎、欸。你最喜欢的在哪里？那比个赞我看看。你最喜欢的洗面乳就是用这个做出来的哦，很控油哦，赞哦！看起来蛮好喝的。东方美人茶应该真的是好喝啦，而且他们家的那个洗面乳真的都是灌到你炸掉为止，哎，没有空气在里面，超夸张的，每一瓶都这样。我买过的每一瓶都长这样哦。今天天气更冷了，泡了一杯咖啡，喝光了。这是用黄金曼特宁，超好喝。这礼拜给自己的新任务呢，就是重新收纳我的彩妆柜，因为我彩妆柜很多地方，因为我之前不想要买太多收纳的东西，因为太多收纳的东西，你好暗，因为买太多收纳的东西，如果你变成空有在那里，我就觉得很浪费，所以我就尽量拿，譬如说有一些纸盒能装的东西，或是以前的抽屉，我就拿来用这样。可是现在用了，我们这个家住了3年吧，然后就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哦要再重新整理，不然其他很浪费收纳空间，所以我刚刚就把这个抽屉清空。目前这几个呢是已经用好，就把一些眼影跟假彩再分开。然后我平常的底妆呢是这样分，这个分隔板呢是在虾皮买，它就是可以自己折成你想要的样式，这个我之前分享过很多次。然后我今天要再把一些我比较不常用的底妆把它收纳一下，然后再把下面这个也换成这个分隔盒，因为它这样可以收纳比较多东西。我收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礼物，天哪，这个是凯莉自己画的耶。诶，对焦请对焦，你们看它有多像，然后它还画了我的哦。诶耶耶，请先不要吠叫，你看啊，还有小苹果，他现在有在接案，可以做人物跟宠物的肖像画，你们看他有多像。我真的是齁，这真的每一根毛都飞起来的那种欸。OK， 爷爷也觉得很像。大家我把他 Instagram 放在下面，请大家自己去私讯他。这真的 ,Oh my god。我刚刚有看到。之前都是会物尽其用，拿到一些盒子就拿来装，可是现在觉得它这样子我看起来比较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把我这边撤掉的这些呢拿来收纳，就是我原本有用牌子牌的，像 AM 的眼影啊，苏库的眼影，这些比较方正的啊，其他像这种九宫格的也比较好排列啊，像这些就是比较形状没办法一致的，我就会用另外一个这种透明盒装。这个就是那种这东西拿来买大创啊，有很多种形状，现在就可以来凑这个。
今天呢整理超级无敌久，但刚刚还是想说煮个饭好了，因为呢我收到蔡奇阿嬷的馄饨，我真的我疫情期间我买超多，大家记得吗？我都是用 LINE 跟他们订，然后那时候都要等超久，然后他这次还寄给他们的辣椒酱，这馄饨沾一点他们的辣椒酱，我记得他们辣椒酱是甜辣甜辣那种，他馄饨超好吃。我之前就买过很多次了，非常爱。它的肉是很香的那种，不会有猪臭味，但是又很单纯，没有什么其他东西。这时候对日本队来讲，就是希望好吃好吃。我真的都买十盒分给我妈，可是我冰箱都被五光三色塞满，没什么地方可以放。然后这是辣杯杯的麻辣咖喱牛腩，哇，一定要配饭，用 Siroca 煮的白饭真的太好吃了。老公，你加太多酱，我就问你加那么多酱干嘛？我跟张旭一起在吃泡面嘞。跟他一样加班，昨天呢朋友来我们家弄到两点吧，一两点才走，然后来我们应该是快四点才睡觉。刚刚看了 Vegas 的F1 的 Vegas 站很好看，现在呢我在弄，因为下礼拜 OPUC 会有跟别人，就是跟 KOL 一些活动，然后还有我自己下礼拜 UNIPAPA 要开团，就是再把最后一些素材整理一下。为了 UNIPAPA 拍的照片，我自己觉得很美，然后这是我今天要赶完的工作。这样 NONO 的蛋现在还是可以输入折扣码哦，就是我觉得很划算。我自己是买6号啊，车用扩香他们是送我2号这样啊，因为 TFUKING 我每天都在用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桌面上，不然大部分呢我的保养品都是放在那。这样现在就是继续赶工。 Good morning， 上工的意思。这个 UNIPAPA 真的很好用，这是我妈的，然后我再买一个，就是我们家也要用。它这边可以180度转，所以你如果要用侧边的这个两孔的，就可以把它调成这样，然后这边可以翘过来，这个你靠任何墙面都可以，然后背面有这个 3M 的胶，可以让你粘在任何平面上，很赞，这真的不会歪东倒西歪。然后它侧边隐藏的那个开关也让你比较不会误按。 UNIPAPA 呢，我昨天赶出来就是我想要的那个
动画感。阿奈等等了啦，赶快拿出 Unipapa 厨师盒，柜子、鞋柜都可以使用。一打开来，一个还原座，两个厨师盒，超级无敌简单使用方法。看到橘色代表可以厨师咯，看到绿色代表吸饱了，赶快拿去还原哦。翻过来之后呢，放上还原座上，充上电还会有提示灯告诉你，大约四到五个小时就还原成功。鞋柜、包包、衣柜全部用起来。其实也是我最后一秒才想说我要这样换，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满意。哎，大家记得这个睡裤吗？去年在 Costco 买的，我的是米尼，我老公是维尼的。去年超多人问的，就圣诞节附近买的这样。然后今天的重点工作呢，就是 Get Ready With Me 要把它剪出来。然后Unipapa 还在开团中，今天第一天，所以我会努力宣传它，因为我真的觉得 Unipapa 很好用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开这种电器类吗？可气泡水机也算电器类，冲牙机也算电器类。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会花超多钱在厨师产品上面，像我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看我们家客厅的厨师机跟房间的厨师机，那通常都是我老公去倒的，那水都真的会几乎八分饱左右，那我们就把它拿去倒，所以我们柜子里面一定要有厨师产品。这个有写煎的都超脆，很好吃。只是因为要控制，所以买小包的，一包送给我老公。嗯，给你开。零食现在移到咖啡旁边。嗯，这次还有五个。嗯，好喝。昨天在 Costco 买了这个，噔噔，榛果口味的。因为我老公没有很爱那种苦的咖啡，但我平常泡的拿铁就联合他非常好。他想说冬天是不是该喝一些可爱的咖啡的感觉，可爱的咖啡。然后上次我拿出这个牛奶，我朋友在那边惊呼，我高中朋友是一群一起惊呼吧，对不对？他们就一直惊呼说你家怎么那么温暖，怎么连牛奶都这么漂亮。我想说这不就是益美云林伦贝系列吗？我都买这系列来了。所以那个阿姨教我说加150最好。哦，这个很简单，就是把浓缩球加进去，然后它有加糖，因为它是榛果拿铁。然后你如果加150的水，它就会变榛果美式。哎，这杯子很多人问，这是星巴克韩国系列的，之前朋友送的。嗯，哇，超好喝！哎，感觉可以再加一点冰块，因为有点甜。今天午餐我买了坐着坐来台北，哎，这真的很便宜哦，跟上瘾比起来。今天买了这个大闸蟹，哇，哎，这超大只的。哈哈哈哈哈！神秘这么高级，哈哈哈哈！真的哎，嗯，白高哎，对，他会这样子，嘿，他会讲什么说？你可以讲话吗？我有说你可以讲话吗？嗯，这么凶，嗯，蛮凶的。对，然后比如说还有他们玩游戏哦，就是轮流要上台，然后底下的小朋友就有在自己，就是比如说他问了一个问题，底下的小朋友，哇，太扯了，哇，大闸蟹粥第一次吃，好扯。非常悲伤，昨天来过 Costco， 今天又要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分装牛肉的时候发现我们买的牛肉臭掉了，神藻里面装的就是我们的牛肉臭掉了。
今天要陪老公出去做大事情，带了一个相机。这应该算大事情吗？不算吧，就是小手术啊，一个小手术，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现在要去台北鸟医师。今天算是比较盛装打扮，完全不会刺的那种细毛的针织毛衣，然后它的扣子是珍珠的，很可爱。这个是 Lache 的那个外套，然后它其实有很多我比较喜欢的颜色，但是我这一次难得选了粉红色，就想说想当个小少女。我们回到家了，我现在要先整理一下，然后赶快叫我老公去吃药，然后我要煮个饭给他吃，这样，然后等一下就要剪片。至于老公今天去做什么手术呢，就是之后会再拍一个片跟大家分享。这个是他想做非常久的一个男性的小手术，但是就应该非常成功，只是他现在已经可以痛了。然后很 random 的跟大家分享今天的 OOTD 这一件是 Lache 的背心，真的非常可爱，刚刚有介绍过，可是他真的很可爱，然后我都会这样子露有一点肩膀。这件裤子真的买不到，大家不用再问了，这真的每次穿每次都被问，这是以前跟那个琥珀太太买的。刚刚弄完了我老公的早餐，因为他正在那个你知道休养中嘛，我弄了蛋挞跟那个榛果拿铁给他喝。我之前跟那个琪琪团购这个 Dasic 的最新颜色眼影24号 Muted Nuts， 这个我真的 Dasic 我记得我有一盘，可是我好像给我妈还是给我姐了，然后它这一盘的颜色我比较喜欢，它开团都是最新色，像是那个 AOU 啊，这个他也被邀请去韩国，然后我记得他之后开团是市面上都还没有颜色，是最新的。哇，很美耶！哦，中间是蝴蝶结。哇，哦 ，so pretty。好，我期待这个颜色，其实没有到极度特别，但是我蛮期待的。等下再收，今天要把 Get Ready With Me 剪完，然后要再迅速的回一下那个，就是很多昨天关于回冲和的问题我还没回到的，现在赶快回一下这样。今天中午呢要煮那个菜夹嘛，因为我还在工作，这个比较快，弄给老公吃。然后这个是生鲜馄饨，豆皮馄饨是我第一次吃，我以前买都只买生鲜馄饨。然后他们这次还有辣馄饨，这是上次留下来的酱，我还没用，我想说用用看。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真的煮非常的快。我先用热水把它滚了以后丢下去，大概两三分钟就好了。其实蔡奇阿嬷问过我非常多次，但是我都没有答应合作。然后这次又想说，好了，不然再试试看，因为我已经忘了它的味道。我很常买的时候是大概是2021年或是2020年的尾端，就是疫情比较严重那个时候比较常买，都要等很久，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太多人订了，可能都要等三个礼拜才会到吧。那现在已经比较稳定啊，然后馄饨里面都会附这个菜脯跟那个芹菜，所以你可以煮成汤啊，你也可以煮起来干吃这样。那我把一个煮成汤，一个煮成辣拌好了。好，它真的很薄哦，很小一个，可是它的肉真的非常扎实，很好吃，很新鲜。我的高雄朋友都说这间很好吃，我记得他们是说后来是有两间面店的。我煮了馄饨蛋花紫菜汤，紫菜蛋花汤。然后这个呢，豆皮我是加了他们的辣酱来吃吃看好不好吃。这个是腐竹馄饨，从来没吃过。嗯，哇，哎，腐竹馄饨好吃哎，多一个口感，很吃，就很像是拿豆皮去包，很吃，好吃。我终于剪完了。这影片真的太多太多东西要画了，我现在正在输出，然后大家赶快上传。今天煮了我最后两包九尾乌骨鸡，这是我上次自己买的，然后12月11号会开过年前最后一团，到过年前就不会再开团咯。然后这是我妈帮我买的松板竹炒的辣椒，这是朋友芈月的那个就是生 baby 的芈月油饭，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我刚刚在讲哪一个松板竹，嗯，好好吃啊。然后因为我老公正在剪那个影片上字幕，一直刚好讲到湖光山，这个汤真的超清澈。嗯，哇，乌骨鸡真的是汤里面我的第一名。
这两天在 Momo 上买的东西，我的这个隐私印章是买这个 Pilot， 它是 Pilot 吗？哦，是 Plus 的。然后它现在出的新款是可以替换这个夹的，就你不用没水就丢掉，这样很方便。另外一头是这个刀片，真的是包裹必备。这个呢是我被烧了很久的，我看那个妹主妇妹一直都在用，它是白色的，我自己的好像也是买白色的。就是这个我觉得譬如说我们要插我们的那个电扇上面或是冷气上面，或者是说像我们家厨房这个上面都要站着椅子才清得到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啊。我买的该不会是不行的吧？ Oh my god。 哦，这个是收纳盒， OK 好。我根本没有买那个芯吧，我要被气死了。等一下，不敢相信我没有买那个盒子吗？欸，他给我一个收纳盒干嘛？哦，有啦，里面有棒棒啦，吓死我了，真的是买了一个废物吗？ OK， 欸，我买的是不能伸长的，欸，天哪，那我这样我要怎么用啊？哦，还是很笨。我应该是要买可以延长，然后可以凹起来就可以插最上面，然后我买到短的了啦。哎呀，好笨！我买到短的，它就只能这样子插。好啦，其实也是可以的，但就是要变得要站上去啊。还是我要买，再买一个延长的。我可能要再买一个延长的。然后它，我现在是在 Momo 买，它是五包补充包加上这个，这样好像是529吧。我觉得蛮便宜的，而且这种是它是白色的，因为它原本只有蓝色跟粉红色，我觉得白色比较可爱，所以我就买这个这样。然后它有个收纳盒，就可以这样放着。我通常都会放在就是我们家阳台或是浴室角角，这样我要插任何地方的时候都很方便这样。OK， 就是 rookie mistake， 又买到太矮的这样子。另外一个包裹呢，这个是哇，这是舍弄的新品，舍弄的新品，我真的是他们新品真的出太快哦。圣诞节的那个装饰，欸，欸，话说昨天我也有偷偷做一个 O Beauty 圣诞节的东西，然后现在已经在印制，希望可以很可爱的。有一个这个，欸，圣诞节的缎带 ，so cute。我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。哦哦，爷爷来了，爷爷来了。哇，绑的好漂亮哦 ，Merry Christmas。哦，这样伸懒腰啊，可爱死了。Thank you， 杏桃奶霜刷具组，我有点问题耶，这个我不是拿过了吗？还是这又是新的吗？我不敢相信耶，他们会不会出太多新的刷具 ？OK， 手动又出了新的杏桃奶霜刷具组，天哪，我不敢相信耶，手动出新品的速度真的比我喝奶茶还要快。哦，很漂亮耶，颜色真的又不一样了。OK， 但因为手动真的是寄太多给我了，这个有看到影片的人欢迎留言你的 Instagram 账号，我会抽出一个人送你这个。真的感谢他们，我等一下再拍个照。然后呢，我最期待的在这里，因为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才买，今天就收到的。我要给小鹿小迷的小惊喜。Oh my god， 完蛋，我觉得我姐会生气。有点太大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姐会生气啦。因为我在想说，圣诞节嘛，我们就是有一个仪式感，我就买那个倒数月历要给小鹿啊。因为小迷现在也是语言爆发期，而且他已经2岁多，就是东西他们就是要一人一份。然后我就特别找是他们现在最喜欢的卡通人物，然后里面的东西又不会太废物，因为有一些东西里面都是糖果什么，我自己就会觉得没有必要。然后这个倒数月历它里面呢，之前好像是跟悠悠台合作，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东西，然后现在还在卖。它里面是文具，我就觉得哦，很适合小鹿，因为小鹿超爱画画，小明也是。可是这个大型道，我觉得如果我是妈妈，我也会有点生气。啊，太大了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是
Pet Patron 的倒数月历。哇、wow, ，so cute。Very very 的 cute， 这个是目前小迷最爱的卡通，他每次都会唱汪汪队汪汪队的那那那出发，没有错，我现在就是买这个两个，希望我解释不要太过于生气，因为阿姨总是有很多东西想送给宝宝们，真的太大完蛋，我真的完蛋。